日由陈建峰、张馨予等人领衔主演的大型古装神话剧《封神英雄榜》在横店举行了发布会。探班当天，众主创纷纷着剧中的服装亮相，其中史上最帅姜子牙陈建峰及张馨予的九尾狐妖娆造型最为抢眼。现场张馨予坦言，自己一人分饰两角就快要精神分裂了。我觉得造型变换倒还好，我的主要是我的这个精神真的分裂了。就是因为我是本来我，因为我以前看老板都是会比如说打起自己的思想，然后会有一个狐仙在旁边跟他说话，是，可是在我们这版里呢，变成了我自己说一句又自己说一句狐仙的话，说他要演一句狐。此前温碧霞、范冰冰、林心如、霍思燕等均演过妲己一角，而每次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都会被观众拿来做比较。采访当中，张馨予显得信心十足，一副不惧与女神温碧霞及范爷做比较的姿态。压力肯定是一开始有接到这个通知，就是说妲己的时候会有一些压力，但是后期看了剧本以后我很有信心。其实有很多地方和老版不会形成对比的，大家会有新的感受和新的一些就是剧情都不一样。 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。而且我们的姜子牙比前面两版帅很多。自石头记事件后，张馨予与男友李晨似要低调处理恋情。现场当记者追问李晨是否前来探班时，张馨予都显得十分抵触，不愿多谈。向李晨请教这方面的经验，因为他平时演戏也比较多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不可能向他请教怎么演一个狐狸精吧。不是，我就平时演戏的经验。谁呀？没有啊，向你请教了。啊？向你请教？向你啊？我有向他请教啊。男朋友有过来探班吗？谁呀？啊？他过来探班了吗？谁呀？哦，好八卦哦。好。就问今天还是问别的吧。而同时，身为 TVB 四小生之一的陈建峰，在谈及与好兄弟吴卓羲有过一段情史的张馨予时，却故意耍起宝来，最后竟然自称不识吴卓羲，和现场的记者打起了太极。跟馨予是第一次合作吗？是啊。是啊，因为之前的话有很多他的负面报道，有说什么他做他呀之类的，跟他合作下来感觉他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好啊，他比之前讲的都好很多，我感觉就是不完全不像之前我听说的他。那你之前有听说他怎样？没有，就是媒体啊，或者是报纸啊、杂志都说啊他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好多男朋友啊之类的。我觉得还好啊。那之前有跟吴卓羲讨论过吗？没有啊，吴卓羲谁啊？啊，找我拍戏了，导演是不是啊？我拍戏了，拜拜。